客官，晚上好。又是他呀！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说一看看。书接上回，咱们说点邪的。今天我楚凌霄要讲的，正是十年前天武院魔武那最后一场决战。大家都知道，咱这幻界大陆呢，如今在天武殿的英明领导下，那是何等昌盛，但这都是当年与魔武殿一场场血战打下来的。这魔武殿呢？ 不但功与邪门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正是为了霸占幻界大陆发抢战争。虽说是自己行胜仗，可当时的魔武殿教主正是那不敌势的大魔头骷髅王。要说这骷髅王啊，那可是不得了啊！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只有谁能行啊？封天晴，找死！只见大侠封天晴。 施了一招魂御天罚，惊天地泣鬼神呐、啊，直接灭了这骷髅王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楚小狗，嗯，你是不是又要说你就是封天晴的传人，将来还要继承人家的衣钵呀？白凤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拆穿你这个连混魂力都没有，还要继承人家衣钵的废柴喽！你住嘴啊，白宝剑！ 哎呀，我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谁呀？这大半夜让不让人睡觉的？拆房子！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房子！这什么情况？就是啊，哎，快去通治安保队！ 不能让那个魔武间谍跑了，我就是被封天晴救下来的。你就吹吧，楚小狗，我揍死你啊，白毛巾！儿子，又说书呢。妈，哦，你们还真是有点邪的。那可是我亲妈，下手这么狠。还有你，大晚上的点什么买卖？没办法，我家正在招待天武学院的考官，就不够了。你以为我稀罕找你？ 为什么今年天武学院的选拔考试提前了？有人说魔武殿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不会是真的吧？谁知道呢？现在确实有好多人都这么说。关于十年前那场大战，我还听过另一个版本啊，骷髅王战败，但是根本没死。魔武殿一直等待机会卷土重来。哦，天武学院今年忽然决定提前招生，难道真有什么事儿？说不定莱安镇真的有魔武间谍。哎，唉。 我这太平日子还没过够呢，这才对嘛！正所谓乱世出英雄，现在这个时代才是我的舞台。切，你连幻魂力都没有，还舞台？我怎么就和你这个废柴做了十年的兄弟啊？没有幻魂力是没有任何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这次考试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只要进了天武学院，就能成为被世人承认的幻魂师。你以为考试那么简单啊？ 我爹为了让我能考上，给我请了十三个换魂师补课，轮番轰炸。我是不懂我爹为什么非要把我送进天武学院，这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你多好啊！嗯，我娘一心只想让我帮她开酒馆，她要是能像你爹这样，请几个换魂师教我，那说不定我也能行。楚小狗，你应该知道吧，天生没有换魂力的你，无论怎么练都没有用。你以为能通过考试的都是些什么人？ 都是些换魂力顶级的高手，而且每次考试，考生的死亡率都超过三成。像你这样的，确实送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了呀！况且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。那，你看好了，哎，魂玉天发。 虽然干过很多次，但是还是很搞笑啊！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？这大半夜的，他们不会就是魔武间谍吧？白毛巾，我要去见尤利叶了！楚小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敢扔下老子？你给老子等着！
这波热真是有点邪的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这也就是小爷我从小在这无忧森林里玩大的，到手。哎，不过我记得刚才好像是四个人影啊，难道这些家伙是在追什么人？跑了！糟糕，要赶快跟上！小爷我费了这么大劲，举报他们怎么也得让我免试入学天武学院吧？他们是往这边来的呀，嗯，啊，什么鬼啊？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邪的。哎，难道是魔武那帮人？抱歉打扰了，这么好兴致，是自知无路可逃，索性坐以待毙了吧。追了你这么久，该结束了。确实该结束了。作为猎物，你的表现值得称赞。哼，密探大人，你别搞错了，谁是猎物，谁是猎人，可不好说呀。什么？你们以为我把你们引到这儿，是为了什么？这家伙，难道？恭喜你，猜对了。可恶！住手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的陷阱！这是……救命啊！好险！什么人？必须干掉他！这家伙到底……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。哼，你们这帮衰人还真有点邪的，大半夜穿成这个鬼样子，三个大老爷们追一个姑娘跑，一看就是魔武间谍。好家伙，还弄出这么些危险的机关来。这位小兄弟……哎，谁给你小兄弟？少套近乎！不是，不是什么不是？你不是还是我不是？姑娘放心，这些人交给我。喂，你们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等小爷我出手啊！小兄弟，你真的呀？说话就说话，你别过来啊！告诉你，我已经通知了镇上的天武幻魂师了。什么？他们说话就到，再不滚，你们小命不保。喂，我们就是……就是什么就是？还真打算负隅顽抗是吗？不能让他出手。小心啊！幻魂力反噬了。队长，杀了他。不可伤平民的性命。姑娘，一会儿你看我眼色。好，你们几个还真想跟小爷玩点邪的。这是你们逼我出手的。小兄弟住手，听我说。魂玉天发。就是现在。姑娘，好！什么？花妖？这是啥呀？知道了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近日动向如何？莱安镇上突然增加了大批幻魂师戒备，看来是有什么大人物来了。这次考试天武很重视啊，兰若冰，
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参加这次天武考试。破坏考试吗？不，通过考试，潜伏，进一步寻找骷髅王大人的下落。黑月王大人可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小麻烦了。天武可能已经注意到你了，乔装成男人风险会低一点，如果你暴露了只能服毒自尽。不是这吧？难道说我就到这儿了？幻身斗篷是可以改变性别特征的幻器，便于你的伪装。最后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一招入了魔武殿，生是魔武人，死是魔武鬼。我知道了。醒了，娘。楚凌霄，你翅膀硬了，胆儿肥了是吧？让你送外卖，你给人撂半路上了；找了你一整夜，你竟然睡在林子里。不是，娘。你犯龟速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敢说大自然是吧？别，我来人都不够你睡了是吧？好了，娘，再打我就是傻子。你，少废话，赶紧起来。一会儿隔壁镇上方家的丫头过来相亲，赶紧把你这狗窝收拾收拾。哦，相亲？娘，别，我这还没你，我还没成年呢。再说，我还要参加天武考试呢。不行，你屁都不会，去作死啊！难得有大户人家瞎了眼看上你，少奋斗多少年啊！我要去考试。不行，我就要去。不行，就去。就是不行，就去。嗯。亲娘啊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少废话，方家姑娘中午就到，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你给我乖乖在家等着。那也不用头朝下吧？娘，真的疯了吧？我要去考试啊！娘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对你儿子。baby， 官人，我来了！官人，奴家来晚了。小姐是吧？快，官人，咱们抓紧时间吧！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干嘛呀？放下剑，再找啊！好了，收。哎呀，贤婿很腼腆嘛。白凤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就是方老爷呀，叫岳父我就带你去考试，不然就要小芳跟你在这洞房。官人，人家好害臊啊。潜伏，寻找骷髅王大人的下落。贤婿，等等你岳父啊！闭嘴，快点！
你不看人呐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这位兄台，你没事吧？实在抱歉啊。这家伙竟然没死。哇，你这家伙不能让他参加考试。这家伙把门封住了。我说不就是撞了你一下吗？不要玩得这么绝吧，有病吧你。先别管他了，考试要紧，跟我走。把自己的姓名年龄都写清楚，填完的往里走。喂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不要再放人进来了。时间到，停止入场。那家伙居然能逃过花妖的攻击啊！后门的那些守卫竟然是你们家的园丁。哎呀，你给我小声点。哼，要不是那个什么奇怪的斗篷男。什么？斗篷男，我正找你呢，我非得跟你理论理论。把你撞了也不是我诚心的。哎，至于吗？好了，说说考不了试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说什么？好了，都给我安静，所有人都给我按照明路分组站好，想要进入天武学院的门就得懂规矩，山野村夫大呼小叫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动作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懒懒散散，完全还没有做好成为天武幻魂师的觉悟。这家伙我绝不能留他继续考试，必须让他赶紧出局。好了，都给我听好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闹了。考试，沙漠老师开始讲话了。沙漠师的资格是啊，考试就是他呀。总共他是这次的考试长，前是天武学院高级教官呐，这么厉害。的场地当然了。第三场为内，你再看你左边那些紫色衣服的人，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剑宗阁的。中间那个是剑宗大弟子林阳天，他身后那个小妹妹叫萧依依，据说是个幻魂力的天才，实力甚至超过林阳天的。再看你右边，我只打听到那个家伙叫白狼，神秘的很，听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那个斗篷男呢？小声点，他就在后面呢。这个人毫无消息，但你最好别惹他。开玩笑，小爷我怕他。头痛吧那个，再闹就给我滚出去。我没看错吧？这不是酒店老板娘的儿子楚凌霄吗？楚凌霄？对呀，天天在酒馆说书，还大言不惭说什么要继承风天晴的衣钵呢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还真不要脸！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就是要成为风天晴那样的大侠。这个人够了，都给我闭嘴。丑话我先说在前面，天武考试自愿参加，出现任何意外学院概不负责。第一场感知测试，地点幻兽森林，考生要利用自身的幻魂力去感知幻兽的位置并抓住他们，抓到三级以上的幻兽即可。啊，三级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三级啊，现在送你们去考场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只有前200名抓到的可以通过，其他的就可以回家了。快走啊，楚上狗，名额有限啊。又是你。哎呦，哥哥，你怎么还摔了呀？那个斗篷男在撞我。感知到就在这附近啊，怎么看不到呢？哎，快来这边，我好像感觉到了。哪儿呢？应该就在草丛里啊。找到了，应该是在这附近没错吧？一股强烈的气息，出来呀，小宝贝，出来呀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为什么大家都能找到幻兽啊？废话。你这种没有幻魂力的家伙拿什么找？我可以拿眼睛找啊。那你慢慢找吧，我先走喽。笨波鸡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。加油。加油个屁。第一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199名。真够邪的，这么快。不行，我得抓紧了。哎，没有
换魂力瞪我鼻子灵啊，咱们从小林子里玩大的，抓几个小野兽那还叫事吗？幻兽也是兽，总会留下痕迹的。哎，你瞧瞧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就在这儿。哇，真的是幻兽哎！这下我可……哎，跑什么呀？给我回来！第十八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182。啊哈，这儿有一只。第七十八名通过，剩余122。第99名通过，剩余101名。这些幻兽怎么一见我就跑啊？我到底……第132名通过，剩余名额68名。啊！这还靠个屁呀！老天爷赐我个幻兽吧！我不想回去和小房东翻啊！是吧，老天爷显灵了，也不用这么大个了呀。糟糕，我的腿动不了了。救命啊！完了，死定了，被幻兽吃了，是不是也算抓到幻兽了呀？别吃我，开玩笑的。你回来吃我啊！你个混蛋，你还算混虎吗？你们全都躲着我，到底几个意思啊？全森林都憋着让我挂科是吧？老天爷，大哥的野心啊！啊，我怎么办呀？这……哦，婆婆大人，您回来了！混虎，得给老子滚回来！你们全森林都嫌弃我是吧？啊啊啊！好疼啊！啊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，让我看一下。伤得不轻啊，会有点疼。忍着点儿。谢谢啊，你叫肖依依对吧？嗯。你刚才说你想成为丰田琴那样的人，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其实我也……师妹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赶紧回来帮两个师弟抓幻兽，时间不多了。啊，知道了，失陪了。哼，多管闲事。对不起，大师兄。啊！第191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9名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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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办呀？我不想被淘汰啊！我不想跟小芳同房啊！哎，等等。有了。能让幻兽嫌弃，是不是也算果然之处啊？早知道保不齐能挣大钱呢。哼，
第159名考生通过，剩余名额一名。师妹，看什么呢？跟我过来。哦，来了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天武学院入学资格考试第一场结束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师，还有我。老师，我也抓到幻兽了，不是还差一个名额吗？那你的幻兽呢？在这儿呢。这是什么鬼啊？完了，这下真没戏了。小子，跟我耍宝，你胆子不小啊？没有啊，老师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穿的明明是魂虎啊！就这玩意儿，你说是魂虎？骗子，真搞笑！无耻也要有个限度，当我们瞎呀？我没骗人，我穿的真的是魂虎啊！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做的陷阱，我有证据的。是吧，骗子？回家卖你的酒去吧。那个魂秘被人施了幻术，难道是有人在故意整他？还是针对这次考试？好在其他人并没察觉，先尽快结束这场骚乱。好了，都给我安静。楚凌霄，啊，第一场考试成绩待定，继续第二场考试，我们会派人调查并核实关于魂虎的真相，如果不服实，即刻出局。老师，这么明显的谎话你也信？不是有什么潜规则吧？还有一件的，可以留下继续抗议。其他人跟我去下一个考场。不是，这也太便宜他了吧。就是啊，接下来我可不会再这么客气了。都听好，这里就是第二世的考场深渊之桥，这场可是动真格的了，现在想回家还来得及。前五十名在天亮前与我在桥对岸会合的，视为通过。哎呀，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你不要缠着我了！哎，我说，哎，你走开，走开，走走走走走！好了，这东西不能带入考场，我暂时保管。那么我宣布，第二场考试正式开始。快啊！快点，我有钱！等什么呢？我都不等。哎，楚小狗，你怎么不跑啊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看看那些还没有动的人，都非等闲之辈。这场考试没那么简单，不然穿过一座桥，怎么会要到天亮那么久？另外，既然是要跟沙漠老师会合，所以跟着沙漠老师才是明智之举。可以啊，楚小狗，让你蒙对了。所以说，跟我在一起久了，你跟。大宝姐，沙漠老师已经出发了。等等我啊，快点，白宝姐，你别掉队了，前面的雾好大。糟了，雾太大了，已经看不清路了。沙漠老师呢？沙漠老师呢？沙漠老师不见了。都说了要动真格的了，啊，很不错嘛。不过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什么？突然改变跑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如此，这些虫子喜欢吞噬幻魂力。什么？对声音也很敏感，难怪沙漠和白狼突然改变跑法。不过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让那家伙出局，虽然会伤及无辜。
我们得尽快追上沙漠老师。这是第一波上桥的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沙漠老师呢？追上沙漠老师！快，沙漠老师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你这飞镖都是金的，我家里多的是。你也太败家了！救命啊！大家别慌，不见阵。是，大师兄。不回见阵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别看了，你还有闲心啊！小心你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师兄，这些应该是万畜虫。管他呢，给我扛住！师兄，这虫子在吞噬我们的幻魂力。四师兄，别管他了，二师弟快顶上！是，大师兄。可是，那个人，是我，也许，师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吧？快回来！嘘，所有人收剑阵，跟在师妹后面爬行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是，慢点。小狗，我们也爬过去。啊？哦，别出声。越反抗越挨打，这出题的人也太阴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场考的就是观察力和思考力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那里是来的藤蔓啊！虫子被藤蔓的幻魂力吸引，暂时还不会攻击我们。我们继续保持。啊，那前面那只呢？啊！这些虫子没完没了，你先别管它了，给我治疗。虫蔓，不要再有幻魂力了，人会被吸走的。好疼，好疼，热呀！这么大的万畜虫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是万畜虫王，万畜虫的首领，一定是被藤蔓吸引过来的。那就是大一点的万畜虫喽。那我们还是悄悄地爬过去，应该就可以吧？那只能试一下了。该死！三师兄，什么？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啊！别疼！啊！这也太邪了吧！不回阵阵。哎，你们这个剑阵可以啊！现在只剩三人了，剑阵支撑不了多久。混蛋，小爷我剩的这点家当都给你。什么？这家伙？小心！师妹，追我！是。一字，开山剑。该死，对这家伙无效。奇怪的幻兽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，还从未见过幻兽能释放幻术的。混蛋，必须打断他。二师弟，跟我上。大师兄。发生什么了？这是什么怪的幻术？我怎么回事？哇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也太厉害！白墨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们应该是被石化了。石化？那他们不会死吧？放开你这个大错吧！
沙漠大人。辛苦了，沙漠大人。这一届还算有几个好苗子。干得不错，你们俩通过，可以自由活动，天亮前务必赶回来。差不多应该干掉那个家伙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已经死了吗？可是为什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很舒服，自己变得好轻。楚灵霄，我这是到了阎王爷家门口了。楚天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你是那个在无忧森林里？好久不见。你是真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是谁？对你来说不重要。有人惧怕我的力量，把我封印在你的体内。体内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若你能解开这道封印，便可获得我巨大的力量，就可以去救你的同伴。同伴？大师兄，白梦姐，小姨姨，你好吗？小姨姨，小姨姨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应该是在深渊之桥和大家一起。是的，有你的时候，触碰一下封印，你就不再是那个幻魂力。碰一下就能得到幻魂力？好吧，就信你一回。停下来！这里头不会有猫腻吧？既然你这么强大，为什么会被封印？又为什么会愿意帮我？你倒是够机灵。不过这些与你无关，我想让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力量。幻魂力好强，在体内奔涌。我真的，哇，真的是幻魂力！我真的拥有幻魂力了。感受到力量的美妙了吗？那你是继续提问，还是去救你那些朋友？奇怪，考试就要结束了，这关虽难，也不至于只有两个人通过。难道有什么意外？你迟到了。你若不做那些多余的事，还能到得更早。这不关你的事。兰若冰，你的任务是潜伏并刺探情报，魂虎的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可你要是再这样引起天武的调查，万一暴露了，可别怪我。什么？这口气息，这是骷髅王大人的气息。什么？
考生们有危险。是。不会错的，这正是骷髅王大人的气息，骷髅王大人复活了，这气息就来自于深渊之桥。骷髅王大人在桥上，怎么可能？那就去一看究竟。这副身体真是脆弱，连这种下等幻兽都应付不了。也罢，先收了这虫子的幻魂珠，稍微补强一点。这的幻魂难得，你是个不错的食物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楚凌霄。你不必知道我是谁。萧逸逸，不错嘛，净化之灵，可惜对我没用。来吧，成为我的一部分吧。身体还是太弱了，可惜。文狐，把他们刚才这段记忆抹掉吧。是，院长大人。还好封印只是松动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派人盯紧这个孩子，此事万不可泄露。其他考生怎么办？其他人中的是机魂波，万处虫王已死，一会儿他们便可复原。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桥上？立刻回答。走吧。是。喂，你们几个，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其他人呢？其他考生呢？哦，醒了。好疼！楚小狗，不能悠着点。我这是怎么？我的衣服呢？哼，装糊涂是吧？你小子，没想到你是这种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丧胆包天的家伙，楚凌霄，你竟敢调戏我师妹！什么？你给我起来！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怎么可能？误会？你瞧瞧你这副德行！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光着身子趴在我师妹的身上，还想抵赖？我砍死你！且慢，大师兄，也许真的是误会。桥上的事我也记不清了，所以师妹，你怎么还在替他说话？你放开！住手！你们几个，看来伤的还是不够重啊！所有人立刻到前面大树下集合。好了，师兄，别再生事了。哼，这笔账先给他记上。将伤员抬往医馆，快点，所有人过来集合。好了，各位考生，本场考试出现的万处虫王并非考核内容，属突发事件，天武学院会派人彻查此事。学院决定，本次考试的幸存者无论是否到达终点，都视为通过。哇，太不容易了。太好了。楚凌霄。到。你确定你脑袋上这个是魂壶？是的，是魂壶。哼，很好，情况属实，你可以参加第三场考试。真的？谢谢老师，万岁，终于通过了，哟吼。
这家伙。沙漠大人，这是？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的？好了，这里就是天武学院的入口。这是？这是天武学院的防御结界，是可以抵御一切形式攻击和外族势力入侵的屏障，只有得到天武学院授权的人才能出入。恭喜你们已经得到了许可，都跟我来吧。楚小狗，桥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是啊，管他呢。这家伙别是脑震荡了吧？可恶。哇，这就是天武学院啊，好壮观啊！早闻神树大名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你们看，树上还有房子呢！哇，太棒了，我终于来到天武学院了！这不是观光，都给我严肃点。天武学院可不只是风景壮观这么简单。18年前，以骷髅王为首的魔武殿大举入侵，爆发了幻界大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。天武殿奋勇抵抗，却仍节节败退。这时，年轻的幻魂师封天琴以一己之力击败了窟窿王，战局也随之扭转，魔武最终溃败。虽然战争胜利了，但天武殿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是封天琴建立了天武学院，并用三界上古幻器设置了防御结界，才使得学院在安全的环境下不断为天武殿输送人才，才有了今日幻界大陆的盛世景象。行了，其他的以后再慢慢跟你们说吧。实在太感人了，看来这家伙真是脑震荡了。下面带你们去住处，你们还不是天武正式学员，不能住这里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不会吧，这么破的房子，这也差太多了吧。天武待遇太差了，宝贝白交了。你们想得太美了，你们的住处在那边。什么？我抗议！这也太疯狂了，这能住人吗？好了，别那么多废话，现在我们欢迎新导师窦音老师，鼓掌。新导师？哪有人呢？好了，你们这帮渣子。沙漠老师负责外院考试，而负责内院考试的人呢，就是我，窦音。记住我的名字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导师。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丑话说在前面，我有我的规矩。如果你们不按照我的规矩来的话，现在。就是这个样子，没问题的，给我滚到井口集合。就是红头发那个吗？没错，他就是上面说要盯住的人。哼，所以需要我出马呀。好了，你们这帮臭虫，明早8点井口集合，不许迟到。还有问题吗？老师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我们去哪儿找你啊？在心中默念我的名字即可。我是专家级读心术幻魂力持有者。读心术？还有这种幻魂力？瞎说的吧。哎，绿头发那个因为有狐臭，所以不敢和队友拥抱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还有你，别人一说短你就自卑是吧？娘的那个，你喜欢的那个是直男，高个的，黄色奶油味是什么鬼？还有你，不能出去，不提供早餐，媳妇要另收费。沙漠是单身，生病了自己扛着，厕所是蹲坑，用坏了当然要赔。出井口左转没有一生活，谁管你生理期啊？好了，你们这帮粪球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还不赶紧去找自己宿舍。是。这里真的能住人吗？地毯也太脏了，这种地方你打
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地方简直酷毙了！这爬爬藤蔓的墙壁，这幽暗的光线，是可爱的小蘑菇。我好吃死了！我这么高贵的阔少，竟然……打扰了。那个，我的房门打不开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当然了，这位小姐，莫逆笑了。九号到底在哪儿呢？这地方还真大。就是这里吗？钥匙也试过了，都不行。你有办法吗？当然。这时候就得靠我们男性的强壮。看，打开了，请。请个屁呀！门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住啊？小姐别急，别急啊，这点小事儿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拜托了，老师。不行，你还得陪门呢。快走！你要吓死我啊你！哎呀，快走啊，十万火急啊！等一下。九号，终于找到了。奇怪，这东西怎么在这儿？屋子很破，不过服务还算贴心。啊！你把人家门弄坏了，谁知道那玩意儿那么不结实啊！快帮我找点木材，看看能不能把门固定住。哎呦，哎呀，又怎么了？肚子疼。要窜啊！你脑震荡怎么会有拉稀的症状啊？你真的假的？可能是刚才的蘑菇。要不我现在给你证明一下。别！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呦，我走的时候没锁门呢。哎呀，别管了。我刚才要干嘛来着？什么人？姑娘，别误会啊！我等等，你是那个无忧森林里那个？别！姑娘，这是误会！怎么会？这家伙可能会暴露我的身份，看来必须。这屋什么情况？那么吵，有点公德心行吗？不睡觉了。辛苦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安心，血压大人。我们还从未失手过。很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正事吧。最后一次通知。立刻到井口汇合，迟到者视为弃考。哎，快！我这是，我的门怎么了？头好疼啊，脑子一片浆糊，难道真的脑震荡了？最后一次通知，立刻到井口汇合，迟到者视为弃考。什么？你们这帮废柴！通知集合已经五分钟了，竟然这么拖拖拉拉，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这一场考试就是……等一下，老师，那个老师，我来了，那还不麻利给我滚进来！你这个蠢货！是，对不起啊，跪下，都听好了，第三场考试，利弊争夺战，考试时长4个时辰，这个就是利弊。天武学院里最低级的等级货币，考试中每人都会持有一定数额的利弊，考生只能通过相互争夺获取更多的利弊。4个时辰内，利弊积攒到1000枚即为合格，合格者则有资格通过最后的鉴定之门，入学天武学院。啊，就是互相抢吗？对啊，怎么抢啊？哎，有什么规则吗？规则就是没有规则。怎么抢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唯一要说明的是，
就是在考场南区有一片红叶林，那里是安全区，每两个时辰可以进入一次，每次只能停留一刻钟。安全区内禁止抢夺利弊，如果有人违反，考试成绩无效。一会儿你们跟着我从西面的入口进入考场，一旦进入考场，除非考试结束，否则不得退出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很好，现在来领取你们的初始利弊吧。每个袋子里面有多少利弊都是随机的，不同数额的起始利弊决定了你们采取攻势还是守势，把握好机会还是挨过四个时辰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哎，我最怕抽奖了，就那个了。怎么办？那个，快点，我要那个！财神爷保佑，财神爷保佑！看看，真够邪的，是靠幻术拿利弊啊！哎，这么少？我只有一块。不错。哇，我有300个！小声点。哎，那家伙有300个，一会儿先拿他开刀。什么？才10块啊？也好，其实利弊多的话，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楚小狗，你拿到多少利弊啊？我看一下啊。多少那个2000利弊呢？小狗，利弊！楚小狗，你这个白痴，拿到2000个利弊，你喊什么呀？是你问我的呀？我问你，你也不用喊呢。我太兴奋了吧？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把命搭进去就不划算了。白宝剑，我帮你吸引火力。你放屁！你太不仗义了。抓住他！快点打！抓住他！2000厘米就下。老子信了你们的邪呀！来吧，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，你们这帮混蛋！我的厘米。总算把他们甩开了，简直是疯了！我的2000个利弊啊，就剩下10来个了，明明能直接通过的，这回扯淡了。前面应该就是安全区了，干脆先去附近猫着，然后再伺机而动。哇，红叶林，快到安全区了，这家伙给我偷袭什么人？果然是奔着安全区来的呀。今年的新生可真够嫩的，看来你就是今年中了头奖的那个倒霉蛋吧。利弊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了。那就把利弊交出来吧，新生。说你那生瓜蛋，别装傻。什么？这里怎么还会有往年的考生？我可没说过只有新学员才能参加考试，又到了每年的压轴好戏，狩猎新生了，不知道今年又有多少人能过关呢。被那么多人追是不是很刺激啊？啊，新生，乖乖把利弊交出来，省得受皮肉之苦啊。别，大哥，我的利弊都被他们抢光了，我没有了。哼，没有利弊你会跑来安全区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给脸不要，既然不说实话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呀呀！什么？这家伙什么时候？我这是怎么突然感觉充满了力量？混蛋，想耍我吗？啊呀！又是这种感觉，看对方的动作，觉得奇妙无比。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太大意了，这家伙有古怪。这么慢的动作，我不还手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哇！这真的是我干的！
进不了，绝对进不了！该死，荆棘飞龙！忘了还有一个，哇，这高度真的是我跳的吗？那我岂不是？奇怪的家伙，不过你得意的太早了。混蛋，什么玩意儿？滚！滚蜜！糟了，得死大了。好了，新人就要有新人的觉悟，把利弊交出来。什么？金色的叶子？什么人？竟敢偷袭我们纯三方的！我是谁，不关你事。我也不关心你们是谁。斗破男，这家伙居然会出来！我就知道，你这家伙绝对没变什么好兵。利弊，我拿走。什么？该死！我的利弊！不许抢我的！你的什么？西城里竟然有这么强的！我说了，这不关你事。你先来，楚凌霄，祝你好运。好运个屁呀、啊！你给我回来，有种单挑啊！看我不，斗篷男，又是你，这次我饶不了你！你给我站住，斗篷男，把老子的灵兵还给我！大姐，世界新生都开挂了吧？要不咱们还是回家帮爹种地吧。闭嘴。这个也不是，不过我好久没有炸得这么爽了。喂喂喂，暴鬼，别玩过了头。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龙树一鉴定这届新生里谁是骷髅王的宿主。如果你把这么重要的换气龙树一给搞坏了，血压那家伙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些家伙实在太可怕了。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没人能逃过我妩媚的眼睛。我的幻术能控制住你的每一条神经。该你啊，接受龙树一的鉴定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如果你不是龙树一的主人，那我就把你炸个粉碎，嘣，就像这样。哟吼！哟吼！没想到我这么厉害了，难道是我的天赋觉醒了？哇吼！哟吼！虽然斗篷男追丢了，不过现在的我已经可以逮谁抢谁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你都理解了就可以了啊。白少爷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拼命考了20年的还魂师，不也就是为了能发达吗？挣钱怎么不是挣个？老子非赚钱。给，这是我全部的利弊，谢谢你的开导，我要回家创业了，谢谢啦。慢点啊，到蓝安镇提我的名就行。哼，1000个利弊齐活。楚小狗，白凤，你大爷的，你想吓死我呀、啊？哎，白墨姬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屌炸天了，我要还魂力了。楚小狗，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还是脑震荡又复发了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哎呀，说真的，可厉害了。哎，快点快点，腾个地儿，哥给你比划比划。那边好猛烈的爆炸呀，我们猫过去看一眼吧。就剩你了，小妹妹，这么娇小可爱的身体，一会儿就会被我炸得四分五裂了，真让人激动啊。可恶，不许你碰他。慢点，
在前面。萧依依，鉴定的过程比较痛苦，就看你撑不撑得过去了。那家伙在对萧依依干什么？抢利弊呗。走吧，剑宗阁都搞不定的人，咱俩肯定没戏。万一要是惹到他们，那咱们两个就……放开那个姑娘！哼！散开！师妹，淬火。好。一字，开山剑。哼！天真，再见！不会现身！那边好剧烈的爆炸！哼！今年的考生很活泼呀，不知道那个叫楚凌霄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。放开那个姑娘！放开他！你这个混蛋！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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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！啊，不行了，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受伤了！哪儿冒出来的傻小子，找死吧！混蛋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没想到还有同伙。楚小总，你是真疯了吗？不对啊，我的力量怎么断粮了？差什么英雄啊，你还抢了人家的人质。还有你怎么把人的幻气也给抢了呀？幻气绝非寻常，可能是什么稀有的宝物。那人家不得把咱们给撕碎了呀。混蛋，往哪儿跑？大姐，怎么办呢？你现在都是生命死狗来了。哎，姐姐，我还是去跑。安全区在哪儿啊？你跟我跑吧。老公了没有？那个女的幻术又古怪，哼，竟然还想逃到安全区。我要杀了这两个混蛋，这下完蛋了。不应该啊，我的力量，让你们尝尝我爆蛋的滋味。龙宿一，又显灵了。什么？这叫有古怪啊！楚小狗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小依依交给你，哥又要吊炸天了！混蛋！这家伙发飙了！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！把你们炸成尘埃！蜜汁流星弹！楚小狗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感觉全身都碎掉了？来吧，统统炸飞吧！巨岩核爆！不能这么夸张吧？都去死吧，一切都化成灰烬吧。不好，宝龟已经失控了，我们锁了龙树一，神经操纵。
我的身体，我不受控制了，统统见鬼之吧。停下来啊，混蛋，老子就还不信邪了。什么？这么剧烈的爆炸，竟然还在安全区的方向，这帮家伙想造反。大侠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打劫新生了，利弊都给你，放了我们吧。我的利弊够了，剩下的还给你。考试就要结束了，亮那家伙也没什么花招。哼，无知的人类，你脆弱的身体是震慑不住上古幻气的反噬的，你的身体会慢慢分崩离析，最终化成老夫的养分，这就是你盲目唤醒老夫的代价。放肆！紫树龙，你好大的胆子。什么？这声音是？你在这上古幻气里待得太久，可曾还记得你的主人？骷髅王大人，小神岂敢，请恕小神冒犯。你要记得，我骷髅王终身都是你的主人。是，只是大人，为何会屈尊于这具凡人的体内？此事与你无关，这副人类的躯壳对我有用，日后你要好好的保护它，如果你让它有失，坏了我的大事，我不会饶了你。是，小神谨记。哎呦，我这是头又开始疼了。这身衣服是怎么？我刚才不是那个炸弹呢？这是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人类，谁在说话？老夫乃是上古神器龙树一的守护者，紫树龙。啊？什么龙？什么一？你藏哪儿呢？听好，人类，你偶然释放出的幻魂力乃是来自万处虫王的幻魂珠，可令你的速度与力量超出常人数倍。啊，万处虫。然而你资质太差，身体无法承受这份力量。啥？方才是我修复了你几近破碎的身体，并发动了金刚不灭，救下了你的性命。哎，别，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，我身体……我已为你打通经脉，日后可延长你那可怜的幻魂力。金刚不灭可以抵御一切攻击。金刚？但每隔6个时辰才能再用。啊？什么6个时辰啊？好了，我们以后再见。喂，你别走啊！我都没弄明白呢。楚小狗，你和谁说话呢？哎，你哪来的这身衣服啊？这就是那个幻气啊，叫什么一的。暴鬼，快起来，我们的目标找到了。就是那个小子，龙树一认主了。什么？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两个家伙刚才不是……不管怎么说，先把那个小子抓走，这次必须得是活的。我知道。好了，你们这俩畜生，现
人胆敢在安全区内动，简直是目无远威。不要以为你们是纯色帮就可以胡来。安全区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刚刚我用尽全力的一击，其实就已经将你打入安全区内，所以啊，你在安全区里用这么猛的炸弹，当然是犯规喽。好样的！什么？目标已确认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撤。非常完美。哎，楚小狗，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那突如其来的力量，还有这幻气。这个嘛。好啦，你们两个话痨，打赢了很开心是吧？考试还有不到五分钟，赶紧前往入口集合，可别迟到了哟。好嘞。哎，什么？考试结束了？我好像还一个利弊都没有。好了，各位蠢货，最后一场考试利弊争夺战结束。现在开始统计考试结果，这里就是百年来天武学院鉴别幻魂师资质的地方，鉴定之门。考试成绩如何，各位心中应该都有数。利弊凑齐的，就准备上前来吧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就差那么一点，放心了。你考上，咱俩就一滴。我要再考一年，还是分手吧。这难度也太高了，我们真的做不到啊！早知道就不去追那个该死的斗篷男了，明明都变得这么厉害了。啊！我不甘心的。好了，智障们，先说明一下，想要成为幻魂师，就必须通过鉴定之门。进门之后，会使你们体内幻魂力的色系觉醒。每个幻魂师由于天赋不同，色系也不相同，而利弊就是用来开启鉴定之门的道具。哎，这样你听懂了吗？老师，那色系不能更改，那是天生的，颜色纯度当然越高越好，不能同时修炼多种颜色。你以为你是彩虹啊？这东西和星座没关系，非纯色怎么办？修炼呢？否则你进学校干什么？好了，都给我听。哎，有时候读心术也是种负担啊。第一个，谁要上来？我，这家伙真有机器的呀！怪我，第一个呀！果然是你，把利弊放进铜狮子的嘴里，大门就会打开。进去了，进去知道怎么样？这家伙很强的。据说这个白狼独自击败了20个老生呢。我明明也击败了两个。利弊数1000枚，进阶魂级幻魂师，天赋觉醒，觉醒色纯黑色。哇，上来就是顶级的纯黑色。我竟然和他是同学。纯黑色，难怪这家伙这么厉害。哼，我果然没看错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哇，又上去了一个。这么多高手啊，这家伙也挺强的。可恶的斗篷男。利弊数2120枚，觉醒色浅绿色。浅绿色居然不是纯色。这家伙强了2000多个利弊，这倒挺意外的。别惹他，非纯色也能强到这种地步。你该死的斗破男，拿我的利弊去觉醒你。好了，下一个还有没有？不会吧，没了吧？不知道啊。有。我不甘心，我们堂堂剑宗阁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到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，我还有何面目回去见师父？大师兄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，只是……师兄师妹，这个你们拿去。师弟，你这是……这样你们两个就都能凑齐1000个利弊了。师父最器重你们俩，后面的路就靠你们了。为了咱们剑宗阁的颜面。利弊1005枚，觉醒色青紫色。利弊1001枚，
觉醒色、粉红色，竟然出现个稀有色系，有意思。下一个，利弊一千枚，觉醒色、纯黄色。果然还是这个颜色才最配小爷我那尊贵的身份呢、啊。黄色是中国的色系，赶快下去，别打着别人。是。连白凤都通过了。人类。你是那个紫什么龙？为何不去鉴定，人类？我的利弊都被抢光了，我拿什么鉴定啊？看看你的腰带里面。腰带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前番被你击败那二人所有之物，算是老夫赠予你的见面礼。持此物，你便可通过鉴定之门。好了，还有没有要上前的？通过鉴定之门是要一千个利弊的，你给我这俩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放肆！不知小儿，老夫乃是上古幻神，难道还会骗你不成？好了，别磨蹭，我再问最后一遍。我管你是谁啊，神出鬼没的，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家伙，本来就很可疑。什么？你竟敢诋毁老夫？也罢，本来就是个废物，一点成为幻魂师的潜质也没有。还有没有？我当然有。很好，上来吧。上来呀！这家伙不是利弊被抢光的那个人，魂力都没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下糗大了，都怪那个紫什么龙。没戏了，家伙，自不量力。快点，抓紧时间。是。没办法了，丢人就丢人吧。小狗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抢走了他全部的利弊。利弊总数零。果然是个白痴。魂币总数一枚，进阶魂级幻魂师，觉醒色无色。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魂币通过鉴定的考生，而且他竟然还是无色系。我抗议，不是利弊争夺战吗？魂币是什么鬼？对啊，无色又是什么鬼玩意儿？什么？这都能过？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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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甩也甩不掉。这家伙就是个骗子！我没有骗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魂币是比利弊还高一级的币种。既然鉴定之门已经通过，那就是通过。老师，你跟楚灵霄是一伙的吧？没错，之前抽利弊就是他最多，现在利弊没了，又搞出个魂币让他晋级，太过分了。我没有。就是，还有之前魂虎那事儿，这家伙一定走后门了吧？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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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！要抗议去学院申诉，不许在这里闹事。少跟他们废话，他们都是串通好的，揍他！揍他！揍他！打他！走后门的！不许闹事！打他！别！大家听我说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几个别在那傻站着！不要脸的！是，我没走后门！那这利弊是哪来的？对呀，你说呀！放开！你们这帮家伙，没本事抢利弊，倒有本事欺负人！虎帅狗，你好好跟他们说，魂币到底是哪来的？从炸弹男那里抢来的。我信你才怪呢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跟他一伙的！你别太过分了！现在还打我兄弟！什么？这家伙还敢还手？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给我打！收他！住手！不许在天武学院滋事！文虎大人，这位是天武学院的副院长文虎大人，还不能过来站好！副院长大人，给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有人作弊，对，求文虎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各位请安静。鉴定之门百年来一直都是天武学院公正的象征，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，
每一位幻魂师都经由他的判断，从无例外，任何人不得质疑。既然这两位同学已经通过了鉴定之门，就是天武学院的一员，那就要服从校规。校规规定，凡没有获得老师批准的私斗行为都属于违规。两人各记一次警告，再有下次立即开除。啊，这也太轻了吧，我看还是忽悠我们。你敢立即开除？这两人已经是我天武学院的人了，你们是想和天武学院过不去吗？看好这个楚灵校。是，文虎大人。刚入学就气过。行了，我还替你挨了一拳呢。恭喜你又当上。幻身斗篷掩盖了我的色系，没有引起怀疑。很好，我已得到消息，骷髅王大人的宿主是一个叫楚凌霄的人。什么？怎么会是那家伙？怎么？不，没什么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。不急，解开封锁骷髅王大人的封印还需要一件上古幻器，这幻器就藏在天武学院。我已经开始部署调查，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保护楚凌霄。是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从昨晚到现在都丧了一天了，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？我这刚入学就记大过一次，还全校通报，再有一次就要被开除。哇，天武学院，近距离看超震撼啊！是天武学院啊，能在这儿上学实在是太棒了，赶紧开始我的学校生活吧。这一家刚才还丧成那个鬼样子。快点，别报警。山姆老师。山姆老师，抱歉。没想到你们两个也考进来了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您是我们的代班老师吗？我不负责莱安镇考区了。这是我带的班，他们和你们是同级。啊，还有别的考区啊？那谁带我们啊？应该在那边吧。那边那两个蠢货还不赶紧过来集合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是是，果然还是沙漠老师好一点。我听得见，混蛋，你可别说话了。好了，新生们，欢迎入学什么的屁话，自己看新生手册吧。本学期一共有三门课，幻术基础、草药学和综合演练。很不幸，我既要给你们上草药学课，同时还是你们的代班老师。你们记好了，上我的课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，迟到一次扣10分，旷课一次就别想及格了，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参加期末晋级考试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首先我们要选一个班长，有没有毛遂自荐的？我要自荐。很好，林阳天就是你了。是。下面大家随我去四方宇挑选你们的幻器吧。挑选幻器？要干啥？喂，蓝梦姐，四方宇又是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。四方宇是天武学院的藏宝阁，每位新生都能从中挑选一件幻器，作为学院给予大家的福利呢。哇，真厉害，你知道的比白凤都多。没有啦，也是别的学长告诉我的。切，师妹，你今天话有点多呀。对不起大师兄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身后就是通往四方宇的入口，跟好我。哇，这是进了宇宙吗？
别像个相关老师的大惊小怪。远处的那些辅导就是你们挑选换气的地方，不同色系的学生前往不同颜色的岛，把握好你们的机会，选到好的换气，对你们的进阶大有好处。那些辅导好壮观呀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根据自己的色系站到对应的传送阵，自然就会将你们传送到对应的岛上。哇，这我真的传送过来了。好，来吧，我的无色。为啥我的岛上只有这么一点小房子啊？这还真是有点邪的。无色不是应该很强的吗？为什么？压小，哎呀，压小，压小，压什么小？压小啊，小，压小，压大，压小，压大，压小，压小，哎呀，这个我擅长。哎，选好了没有？亲手无愧，买定离手啊！连着输了我这么多把了，还挣扎什么呀？你别犹豫了，压大！别听他的，不能再输了，压小！干净的，到底是压大还是压小？大压大的，大的压大，大压小，压尾三个一，好嘞，快！三个一，万岁，翻盘了！怎么可能？真的是三个一呀、啊！漂亮啊！必须的。哎，是谁啊？各位大仙儿，我叫楚凌霄。是这届的新生来拿换气的。是我迟钝了吗？完全没感觉到换魂力啊。我也没感觉到啊。小子，你确定你是无色系的？我们是无色岛的守护魂，这座岛已经几十年没来人了。上次来的人叫冯什么琴，刚来的时候也是呆不拉几的，不过听说后来混得好像还不错。哇，大侠封天晴。对，就是他，不过从此就再也没见过无色系的。哎，我真的觉醒的是无色，快让我挑换气吧。有封天晴用过的吗？这家伙真是无色的，不然也上不了岛吧。刚才赌骰子可真有两下。刚才那是蒙的，既然已经输了那么多把了，赢一局也翻不了盘，还不如索性压个赔率最大的。嘿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小子想选换气，就得和我们先赌一把。没问题，来吧。哼，别得意得太早，这次你可不一定有那么好运了。哎呀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赶紧开始吧。哼，那好，一局定胜负。本人从小酒馆里泡大的，别的不敢说，赌骰子那太会了，听我都知道几个骰子几个点。铁手无悔，买定离手。十五点大。小同学，你还有时间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输了你就没得选了呀。嘿嘿，开吧，玩这个少爷我还没有输过。两位还是一如既往的神速啊。好，正好我的飞镖断货了，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。也不知道楚小狗那边怎么样了。又让他赢了，这家伙是赌神转世。我的妈呀，好了，都赢了五十多局了，不是说好一局定胜负的吗？好吧，既然赢不了你，就让你选吧。哇，这怎么选啊？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啊。哼，赌博就是我们这里的规矩，你不是赌神吗？选吧。那好吧，那我选。哎，等一下，1000个利弊选一次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利弊，但这个应该可以吧。什么魂币？我靠，那家伙难道是用魂币过的鉴定之门吗？一年级怎么可能有魂币呀、啊？不知道啊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魂币可以，你可以选了。
好，那我开始啦。我选哪个好呢？选这个？没什么反应啊，选最大的看看。选这个？哼，又是这一道。还是选这个最小的吧。果然，还是选最大的吧。要不还是选最小的吧。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有点邪的。决定了，就那个最小的。不行了，笑死我了！臭小狗，你这选的什么换气啊？好了，选好了换气，前往新生宿舍吧。千万记好自己的门牌号。新生宿舍不用住在井里了。啊，怎么看都只是一块普通的木板嘛。可是岛上那些家伙紧张成那个鬼样子。这家伙没想到竟然选走了那件换气，还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。我不甘心，这是什么鬼啊。我要再选一次，我还有一块魂币。我操！还好我又选了一个。不过这个无色系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们是谁？什么？拦着他！你们是谁？哼，这个我笑纳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是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学弟，白天去过四方宇了吧？乖乖的把幻气交出来吧。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哪儿了？让砸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学弟，听说过纯色帮吗？纯色帮，没想到又是你们。没想到考试遇到我们，你还能考进来。好久不见呐，两位前辈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哼，别那么紧张，新换气好用，要不要我们来教教你呀？不必了吧，改日我再登门请教。别装傻，乖乖交给我。混蛋，竟敢得罪我们纯色帮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正好，学长，你教教我，这是什么幻气啊？怎么用啊？学弟，收着吧，兴许能防身。纯色帮？是啊，我打听了下，据说是天武学院势力最强的学生组织，纯色系优等生俱乐部，背景盘根错节，甚至通缉天武殿呢。这么邪呀？搭上了半年的零花钱。才保住他啊。要给钱啊，难怪学长没告诉我怎么用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了，各位新生，今天是我们几个班合上第一节幻术基础课，我会教大家怎么使用幻术，发挥幻气的最大效力。昨天大家应该都去了四方宇，并且挑选了幻气。好了，拿出来，咱们开始上课。幻气拿出来呀，换气呢？报告老师，昨晚上有高年级的抢我们的换气，叫什么纯色帮的。所有人都被抢了吗？我的在。我的也在。我也是。我的也在啊。可毕竟有人被抢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身为一个幻术师，连自己的换气都看不住，还拿出来说，很光彩吗？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，不想被欺负就努力变强，以后这种丢人的事别告诉我，听清楚了吗？蠢货们，听清楚了。没有换气了，
到后面用教学用的临时换气。是。是。婆婆大人，官人来信了。啊，香儿。娘，见字如面，我真的考上天武学院了，现在已经是一名初级幻魂师了。天武学院的环境特别好，给我们新生的住宿环境也不错。就是采光差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毕竟我们是来学习的嘛。吃的也很好，每天都能吃上肉，隔三差五还能加顿餐什么的，同学们也都非常优秀，果然是高手如林啊。不过我也不差，就算是中游水平吧。总之您不必挂念我，您自己要多保重。另外赶紧把小芳赶走。大官人。大家听一下，基础知识和技巧大家也练得差不多了，下面我们来实战演练一下。这位是你们的学长，也是上上届幻术基础课的冠军幻四同学，他主动要求想来指导新生，正好可以和你们切磋一下，也是好事。不，他身后那个人昨晚好像，这家伙难不成也是纯色帮的人？应该很强吧。四哥，就是那个白毛和穿斗篷的。我知道了，莱安镇的班长，你先来给大家做个表率。师兄。万斯，点到为止，不可出手太重。是老师。师兄小心啊。哼，一字开山剑，千手百足拳。真的假的？好像打出无数拳啊！打昏了，只用了一招，真有点邪的。还好我没选班长。嘿，老师，嗯，我想自己挑选对手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，幻四？放心，老师，我不会欺负学弟学妹们的。我一对二，这样够公平吧？白头发那个，还有穿斗篷那个，你们俩上来，咱们切磋一下。谁让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，竟敢惹我们纯色帮？被一年级打成这样，你们还有脸回来？四哥，你听我说，其他人都搞定了，但是有两个家伙，哼，尝尝幻四大人的厉害吧。真是活该。我接受。很好，你呢？真是麻烦。哎，千手百足拳。毒誓。打架呀。嗯，有点意思。有炸天啊，干掉他，让你嘚瑟。那边那两个你们也一起上来，让他们看看新生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们新生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被你害死了，你闹得最坏好吗？纯色帮。是的，院长大人，今年似乎闹得格外凶，要不要学院出面？不急，继续观察。对了，今年的新生那个楚凌霄怎么样了？他吗？这破木板也防不了身啊。楚小狗，你没事吧？奇怪了，我之前的神力呢，怎么都用不了了？人类阿紫，万处虫王的力量你还无法自由驾驭，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你的第二件幻器。对了，无色岛上抽的那第二件幻器只能试一下了。
有点累。这家伙的幻术很奇怪，就好像有无数只手。应该是斗篷的问题。这家伙每次发动技能，斗篷下都会聚集很强的幻魂力。你我从两侧牵扯住他的火力，中路就交给你了。好，那我干什么？躲起来。喂，你们几个嘀咕什么呢？嘿，看兵！无聊。不是吧？你小看我！什么？实力出现了！什么？哇！四只手！原来这家伙有四只手啊！难怪！第二件幻器，虚空印，有效。原来是用斗篷做幻器，隐藏另外两只手，配合高速体术，就像有无数只手啊！这家伙，所以他叫幻四啊！可恶！臭小子，你敢阴我！够了，幻四，课堂切磋而已，别闹大了。你们的心思我也知道，适可而止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真正的战斗就是这样，丝毫都不能松懈。行了，互相行礼，这是规矩。赶紧把学长的斗篷还回去。你留着果冻啊！啊，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之前用这东西打扫过房间。哼，你们这些家伙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幻四，你这丢的可不是披风，你丢的是我们纯色帮的颜面。帮助希诺，是我太大意了，没想到那小子竟有那么卑劣。够了。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传到我北川的耳朵里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幻四谨记。行了，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术师已经得手，就在糟了，之前藏在披风里那石头可是关系到我们纯色帮的存亡。幻四，帮助希诺，帮助希诺，幻四知道硕士在哪儿，幻四马上把他找回来。各位同学，本学期由我来教大家草药学，草药学很注重实践，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采集手册第一页上的那八种草药，训练大家辨识和采集能力，一个时辰以后回到这里集合，按采集样数评分，大家按队列从左至右两两分组开始行动吧。两人一组啊，表妹姐再来一组。放心了，楚小狗铁定是。小伙伴，你好像跟我是一组的。谁是你小宝贝啊？救命啊，表妹姐，放开我。那我只能选其他的。开始了，咱俩搭配，肯定能赢。这么快就分完了？没问题。那我跟你行。不是个这吧？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跟上。怎么这么倒霉？不是那边，这事儿啊，你得听我的。我可是丛林之王，还别说草药，打小我就把这林子都吃了个遍，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回我吃了个奇怪的草药，拉肚子差点没拉死，哎呦，那细窜的哟，那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呐！所以呀，跟我走，咱们绝对是最高分。闭嘴，我不需要你知道。嘿，要不是因为咱俩是一组的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一共八种草药，你前四种，我后四种，分头找吧，别拖我后腿。我拖你后腿，分开就分开，你等着拉肚子吧。这个是百仙草吗？好像这个才是。我的身体。大意了，幻魂力减弱，我竟然忘了月眠。喂，斗篷拿
才什么声音？没事吧？哎，你胳膊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不用你。伤口很深啊，你别乱动啊！你别碰我！这么大个口子，很疼吧？忍着点啊，正好我这儿。你干什么？能止血的，草药嚼碎了，敷在伤口上。我妈教过的。你要干什么？用腰带把你的伤口缠住。不必了，我的伤不容你操心。哎，你这家伙什么态度啊？我这好心好意的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好，一等。嗯，你们俩也是一等。还有没上交的吗？受伤不是理由，你这个我不能给你及格。等一等，老师，我们还有呢，你看，上甲等，通过。啊，还好赶上了，这山里的路还真是难走啊。嘿，我说过，跟我一组，保证最高分。哎，别乱吃，回民会拉肚子的。宝贝儿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好累啊，今天居然让楚小狗压了一头，真是的。哎，魂咪，楚小狗呢？嗯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惹到他们了？不知道，纯色帮的。纯色帮，小心啊，别乱说话。交出来吧。是交什么呀？别跟我装傻，新生。现在把我披风里的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披风里的东西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装是不是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机长，气错输液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不用这么耿耿于怀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打得赢我吗？上次我是给窦音面子，今天就让你好好体会体会。完蛋了，楚小狗这下可惨了。你。那就再来一次啊！上次夺走你的披风不是偶然，你信不信？这次我照样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啊！白凤，我知道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小子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？好啊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不过。我不喜欢白玩，如果我输了，随你搜，随你处置。不够。还有，我滚出天武学院。哼，可以。但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你的宿舍。啊？你倒是挺有眼光啊，住在我的屋子，你在天武学院的地位可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四哥，这个不能答应他呀。怎么？你觉得我会输给这个废物吗？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想干什么？啊，够速度啊，白毛鸡！楚凌霄，老师您来的正好，我正打算申请与幻四学长切磋。什么？你跟幻四？你没吃错药吧？我确定，老师，请为我们公平裁定。我同意。如果你们都是自愿的，那好吧，双方可以尽全力攻击。但不能伤害同学性命，点到为止。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楚小狗，你这是在玩火啊！不过至少小命保住了。楚凌霄对阵幻四，挑战开始。哼，来呀，新生！来就来。呀！耍宝吗？你这是！竟敢耍我！你站住！呀！开！楚小狗跑得还真快啊！混蛋，你到底还打不打了？我怎么打呀？我若中你一招，必死无疑。
我那倒霉的幻魂力又时有时无的。那是因为你还无法自由控制。阿紫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老夫不叫阿紫，老夫名为紫。谁管你啊？你刚才说无法自由控制是什么意思啊？万处虫王的力量一直在你体内，但你还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。那怎么才能用啊？让老夫想一下。去死吧！阿紫！啊，久等，你先回想一下之前力量出现时的情景。之前？那就不要怪我了。呀！你小看我！神力出现了！什么？好像都是在危难关头。没错，不要逃避，体会那种千钧一发的感觉。千钧一发？好吧，也不能总这么一直跑下去啊。好吧，你打我呀！别逃避，睁开眼！先用白骨拳，变得很强啊，不变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上次切磋，这家伙也是突然发出强烈的幻魂力，不能再出岔子了，一定要夺回硕石。哇，神力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。那是因为你已经完全能够驾驭它了。哎，这下我真的拥有幻魂力了。当心呀。混蛋！嗨！千手百足拳加速！嗨！再加速！快死光了，这下玩命啊！够了，混蛋，住手！攻击加速！小狗，什么？逃出了，逃出了！那是什么幻术啊？幸亏老夫及时发动了金刚不灭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死定了，多亏有你啊，阿紫。怎么还有这种幻术？竟然能挡下我的全力攻击！还好这件龙树衣我一直穿着。啊，那件衣服原来是件幻器。障眼法太卑鄙了吧。哎，你怎么还把这衣服啊你。哼，到此为止了，新生，没了这个你就不能再发动刚才的幻术了吧。喂，喂喂！哼，除非窟窿王大人及其宿主，任何人休想驾驭老夫。这个老师，他昏过去了，那是不是我赢了？我宣布，挑战结束，楚凌霄获胜。幻四要兑现承诺，让出宿舍。太棒了，我赢了！讨厌的。
楚小岗。我耶！不可思议啊，楚小岗到底什么来头啊？竟然打赢了幻思。白毛巾啊，就是咱班同学，一起看新宿舍。哇，这高级学生宿舍也太夸张了吧！这奢侈的家具，这气派的装潢，大家一起过来住吧！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楚小狗。我看了一圈，这房子虽大，但只有两间卧室。那就把客厅改成房间好了。好，我来帮忙。多谢了。我们剑宗阁平时清静惯了，住不惯这么金贵的别墅，先走了。切，别理他，我们来分房间吧。一间卧室可以住两个人，房子既然是楚小狗赢的，让他住主卧，然后我和他住一间。喂，斗篷男，凭什么你来决定房间分配啊？这房子是楚小狗赢来的，要怎么分他来定。再者怎么说也跟本少爷跟他住一间，你是哪根葱啊？还手拉手。要不你我住一间。不用了，还是你俩住挺好的。你这个变态到底想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放尊重一点啊，我不喜欢见到那一套的。这些藤蔓有剧毒，如果你胆敢犯戒，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算你倒霉，谁叫你是骷髅王的宿主。这个神经病果然还是和白凤住一起比较好。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一般人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咱俩有一种相同的贵族气质。哎，你说说话嘛，别拘着，你看咱俩都姓白是不是？哎，对呀，咱俩都姓白，这500年前是一家啊。说实丢了，纯色帮的脸也被你丢光了，自建帮以来还是头一次这么窝囊。北爷别打了。报告北爷，门外有一个1年级新生求见。新生？那人说是什么剑宗阁的大弟子。又是纯色帮？是的，副院长大人，估计是上次在我上课的时候和楚凌霄切磋丢了面子，这次是蓄意报复。这帮人最近太嚣张了，越来越不把校规放在眼里了。你说前不久的硕士被盗一事会不会与纯色帮有关？什么？那些孩子大多背景复杂，也不乏父辈祖辈身居天武殿高层者，势力盘根错节，盗取硕石这种事又岂是一般纨绔子弟敢为？明白了，属下这就去查。且慢，你继续看着楚凌霄即可，不要打草惊蛇，还不到动手的时候。跟那个幻四也就交了两次手就碎成这样，这破木板基本上是歇菜了。幸好还有这个虚空印，可是也不能一直靠吸东西取胜啊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在虚空印里？上次使用虚空印好像就是在第一次和幻四交手的时候，我吸走了他的斗。哎呦，鸡娘嘞，这不会就是幻四说的那个披风里的东西吧？彻底废了。这有点邪的，这破木板里怎么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石头啊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信息量有点大，刚才明明是两块。
深更半夜有门不走你跳窗户，这个斗篷男这是要去干坏事吧。嗯，不见了，明明可他往这儿来的呀。人呢？这个蠢货竟给我找麻烦，不过必须先赶去、啊、这个斗篷男肯定有古怪，这么晚了跑到这偏僻的林子。嗯，那不是沙漠老师带我们进学院时走的传送门吗？真是难缠，快到出口了，必须甩掉他。又来了，还魂力所剩无几了，得让西雅赶紧离开。去吧，靠你了。气息竟然完全消失了，总不可能突然死掉。没用的废物。这里还比较合适，必须尽快越冕，不然无力驱使幻身斗篷，身份就暴露了。这斗篷实在太重。丛林之王啊，都是因为那个斗篷男，那家伙绝对有鬼。嗯，这种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果然是那个姑娘，之前似乎在考生宿舍也见过，我一直以为是我脑子糊涂了。她为什么会在天武啊？谁？哎，姑娘，姑娘你没事吧？喂，姑娘，姑娘你醒醒啊，你醒醒啊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影都没有，万一要是再遇上个野兽。不管了，姑娘对不住了。半夜把一个姑娘抱回来还放在自己的床上，这么做是不是很流氓啊？可是我也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林子里不管吧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？这是什么？额头上
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为什么我会？我一切都没有。如果我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会相信吗？快点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林子里，我看到你昏倒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我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才把你带回宿舍。再然后，我看到你额头上有个发光的金印，我就……你碰了我的金印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一片火海，花府。好多人都死了，还有一个小女孩。姑娘，这是什么呀？禁言之种，如果你把刚才看到的说出去半个字，你就死定了。不会的，姑娘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要是刚才那些是你的经历，我能理解。我也是个孤儿，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，在哪儿。是我娘收养了我，她没说，我也没问，但其实我都知道。我一直说要成为丰天晴那样的大侠，可我知道那是个蠢梦。直到在无忧森林里遇到你，我想救你，我想实现这个蠢梦。楚小狗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，没干嘛，我这是……那我回去了，早点睡吧啊。姐，你回来！嚯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还有这癖好啊？我练葡萄树呢。院长大人，他到了。进来。如何？目标可以确定。应该就是他。很好，辛苦了。要收网吗？不急，养肥了，钓大鱼。楚凌霄。早上好啊，小依依。早上好。看来找对门了。你是在等我？有点不好意思，想让你看看这个。你这是怎么突然？你见过戴这条项链的女生吗？她蓝色的眼睛，蓝色的头发，个子嘛比你高一点。你在女生宿舍里有没有见过呀？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名字吗？可能是姓花。你怎么了，楚凌霄？你不要吓我呀！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这就是他说的禁言之种？你别动。好一点，好多了，还好有你啊。我可能是最近练功太急了。那你刚才要找的那个姑娘是很重要的人吗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其实是别人托我帮忙找的。我也不认识，找得着就找，找不着也无所谓。那好，我先去上课了，迟了师兄会骂的。要注意身体，不然我会担心的。不是，所以你是没有见过那个姑娘是吧？这个白痴，姓花。师兄你知道吗？这个姓氏很久没有人提及了，很久以前听师父说起过。花家曾经是整个幻界大陆最强的家族之一，世代辅佐幻界王，声名显赫。
但是上次天魔大战结束之前，整个花家神秘消失了，再无任何音讯。这样啊，那就奇怪了。师妹，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先出发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就差你了。野外拉练的集结点标在地图上了，务必按地图前往，这次别再迟到了。啊，不会了，先走了啊。真邪了，这是哪儿啊？一个人影都没有啊，没理由啊，地图标错了吧？天武学院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。啊，就是你们！新生，乖乖把硕石交出来。硕石？他说的是那两块石头。两位学长听我说，我现在没法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一用幻魂力，身体就好像……年轻人，你的状态堪忧啊，资质浅薄，却身背两重高级幻魂力，久用则身亏呀。发错了，集结地点那地图怎么可能发错啊？刚才我才发现还有一张地图，也许是拿错了别的版。你这家伙竟然还说得这么轻松。白凤同学，你先别激动，当务之急是赶紧通知老师找到楚凌霄。好，你去通知窦英老师，其他的都去找人。白狼和斗破男呢？这个楚国总是给我找麻烦。分开学长。别挣扎了，那两样外来的幻魂力对你来说负担太大，导致你经脉俱损，气血回流，日积月累最终爆发，再用会要你的命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？别急，我先来问你，那两块石头是否在你身上？你是纯色帮？我如果是纯色帮，你现在早死了。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，不过那石头变成奇怪的东西了。很好。你怎么知道是两块？这不用你操心，那两块石头名为硕石，本身并没什么特别，但他们合成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把钥匙，是找到碧玲珑的关键。碧玲珑？上一次天魔大战之后，幻界王封天晴借助三界上古神器才建立起了防御屏障，而碧玲珑就是那三界神器之一。简单点说，它能够解开你体内的封印，恢复你自身的幻魂力。什么？哼，我该走了，纯色帮的增援马上就到了，不想死的话就把它吃了，救个急还是没问题的。在这儿呢，哼，就是他。兄弟们给我上！点找到了，身体真的恢复了很多，
还是觉得特别沉。哎，好漂亮的蝴蝶啊！什么？是个傀儡？完全未知的家伙在接近楚凌霄，必须立刻告知院长大人。要我说啊，我们去找窦英老师吧，那帮家伙越来越过分了。算了，毕竟是私斗，我已经背了一次处分了。那他们再来找你麻烦怎么办啊？这纯色帮怎么就盯上你了呀？因为纯色帮也早就盯上了碧玲珑，所以一直在搜集硕石。那碧玲珑又在哪儿？那东西并不存在于这个空间，纯色帮那帮蠢货就算有了钥匙也找不到，但是我可以。可能就是因为我赢了幻色，还堵了他们的房子。切，真是一帮输不起的家伙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得谢谢那个斗篷男啊，虽然他平时特别讨厌。小心啊！这是你就是楚凌霄吧？真有你！我那么多手下都败给了你，我北川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。北川，这家伙是纯色帮的帮主，果然如那家伙所料。看来你的小伙伴对我的幻术还不是很了解呀。如果你一早交出硕石，你就可以不死。不过你伤了我的人，折了我的颜面，少一个人知道我在寻找硕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硕石给我，给你留个全尸。看来我只能从你的尸体上找了。该死！快点啊！再见。楚山总。去死！你这个混蛋，就这么活下去，我跟你拼了！楚小狗，这边！什么？你们都没事吧？都不能，你可以啊！快跑！这感觉有点熟悉。走高，大意了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果真是你，
你们走，楚小狗。北爷，硕士不在这小子身上。你说，我的硕士在哪儿？慢着，有个奇怪的东西。啊，钥匙，居然是钥匙！天意，这是天意！有了它，我就能找到碧玲珑，整个天武学院就是我的了。院长大人，你这么多年都不肯承认我北川，你等着吧，等我拥有了这天武学院最强大的力量，看你能奈我何。至于你们几个，很抱歉，可以送旨上路了。该死，太大意了。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也是出色方的人。很抱歉，该送你们上路了。你们已经知道太多我纯色帮的事儿了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得罪了北爷，但是楚凌霄你不能杀。什么？你们这是要造反？不敢，但这人我保定了。那就连你们一起干掉。神经强化。别看了，抓紧时间逃吧。完全神经控制。冷静点儿，北爷，我想我们可以聊聊。我跟你们这帮叛徒没什么可聊的。快点，你们两个。混蛋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你们疯了吗？那小子告发了纯色帮，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北爷，别告诉我您真这么天真。天武学院早就动了拔掉纯色帮的心思，就算那小子不把事情抖出去，你以为院长会等着你去造反吗？你要的无非就是天武学院，加入我们，我们能实现你的愿望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。天武学院的全体师生请注意，以下宣读对高级剑习幻魂师北川及其组织纯色帮的处罚报告。北川指使他人盗窃学院宝物，并意图颠覆学院，情节极其严重。纯色帮全体成员长期霸凌恐吓其他同学，严重违反校规，扰乱正常学院秩序。现经学校查处决定，解散纯色帮，剥夺北川高阶剑习幻魂师资格，剥夺暴鬼福妹幻四、赤兰中阶剑习幻魂师资格，走开！关禁闭一学期，留校查看。其余所有涉事人员，关禁闭一个月，即大过一次。楚凌霄参与私盗，但检举有功，功过相抵。宣读完毕。
院长大人。辛苦了，后续如何？钥匙已回收完毕，请您过目。嗯？今天多谢你啊。不用。在这里，这是钥匙，这东西不是已经被查缴了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收好它。我不能要。你会改变主意的。等等，喂！宿主那边一切可好？有我贴身保护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哦，那还真是辛苦你了。这么说，在你的贴身保护下，宿主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你们两个差点一起被人给杀了。你的保护还真周到啊！啊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兰若冰，宿主的命比你我的加起来都重要，如果还搞不清楚状况，你就危险了。是。好了，各位新生，本学期的课程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初阶剑心换魂师考试资格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考试时间及注意事项，仔细看学生手册。事关各位的资格进阶，待会儿大家都展示一下自己本学期所学的换魂力，我会给你们一些最后的建议和指导。好，很好，放松一点。组长要快，你气息不稳。楚小狗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有人晕倒了。楚凌霄。嗯，师妹不要多管闲事。可是什么情况？楚小狗，你没事吧？老师，我再来。够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你们看什么热闹，还不继续？是。走了。楚凌霄，集合。好了，看了各位的表现，不怕你们骄傲，绝大多数的同学已经能入我眼了，已经不是开学时那样废物了。恭喜大家，但是好啊，别得意的太早，这是你们在天武学院经历的第一次考试，届时全体老师都会到场，如何展示自己你们掂量着办。下课解散。哦，解散了，解散绝对稳了。我才是呢。楚凌霄，
不要勉强自己，不然会断送你的职业生涯。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，调整好身体，明年参加补考一定可以，我会亲自帮你去和院长说的。人类，你老师说的不错。刚才你到哪儿去了？不帮你是在救你的命。老夫早就说过，你这凡人体质承受不了这样的力量。听老夫一句，养精蓄锐，取而独之。哎，丑小狗，别发呆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啊，来，慢点啊，还行吗？嗯。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挣扎了，那两样外来的幻魂力对你来说负担太大，再用会要你的命。不要勉强自己，不然会断送你的职业生涯，我会亲自帮你去和院长说的。不甘心，说什么要成为丰天琴那样的大侠，却连个初级幻魂师都考不了。这不可能！魂臂总数一枚，进阶魂级幻魂师，觉醒色无色。我只是借用一下，用完就还回去。现在爬点山路，就穿成这样子。应该就是这儿吧。你还是来了。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幻魂力。哼。我们不是去找碧玲珑吗？这儿什么都没有啊。钥匙给我。哇，碧玲珑的力量存在于天武的每个角落，不受空间限制，只要有钥匙就能找到它。哇，有点邪的啊。哎，那我们且慢。嗯，这些是什么？守护碧玲珑的仙灵。趁现在冲进去。快去，
就在主殿堂里。这里有光，这就是上一次天魔大战之后，幻界王封天晴借助三界上古神器才建立起了防御屏障，而碧玲珑就是那三件神器之一。我只是借用一下，用完就放回去。糟了糟了糟了，要赶不上考试了，只能先考试然后再去找那个人了。各位考生请注意，各位考生请注意，天武学院初阶见习换魂师资格考试还有5分钟即将开始，请抓紧前往后场区。哎，水果饮料有没有要的？嘿嘿，今天可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哼，那我可不留情了啊。那家伙没有和你在一起吗？楚小狗不是和你住一起吗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来了来了，评审团来了。副院长大人，哥们儿，我满血复活了！各位同学，你们已经在天武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，这场考试对你们来说意义重大。通过考试的人将获得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幻魂师等级。我代表所有老师，祝各位考试顺利。早上没看到他，我以为他先出发了。请同学们按照名单上的组合依次上前比试。第一组同学准备。男生对面那个黄毛是谁啊？反正肯定不是男生的对手。第一组开始。放心吧，我用的是麻痹针。白凤胜出。嘿，这小子有点小聪明。黄鸾胜出。灿星胜出。啊！救命啊！斗篷男胜出。哇，他真
的是一年级吗？哇，好强啊！我可不想碰到他。这一家伙，他是一如既往的出挑啊，碰上他可麻烦了。哎，老贾，接过接过啊！丑小狗，嗯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，来观战啊！嘿嘿，哥是来考试的，这次我第九组准备登场。哎，先不说了，该我上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身子好了？这小子到底还是来考试的。楚凌霄对阵南无碑，开始。哇，是啊。据说使的叫幻觉刀法，这么嚣张的幻气！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哇，好厉害、啊！这是什么幻化力啊？是啊，这是哪个版本？这就是无色系的力量吗？是啊。居然击破了南无碑！是逆袭啊！太厉害了！第九组，楚凌霄胜。不会错的，无色系幻魂力。这真的是我自己的幻魂力吗？很温暖，但为什么有种……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了？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什么？这是魔武的面具。什么？魔武？这怎么会有可能啊？什么？保护学生！各位学生注意，不要慌乱。大家迅速沿南出口撤离。快跑！是。师兄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南出口不是这个方向。又是魔舞。喂，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没时间解释了，跟我走。哦，楚小狗，你什么情况？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。不好意思，请你让一下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楚凌霄。看来碧玲珑果然奏效了。是你。好久不见啊，幻界王封天晴大人。什么？看来那一战之后对你的损耗很大呀，正好今天一并了结了你。哼，谁了结谁还不好说呢。嗯，你们去对付魔舞余党，这里交给我。院长大人，去吧。很遗憾，你们在天武的一切行动我早已知晓。哼，你安插进来的那些间谍，天武考试中的异常，还有你们针对楚凌霄的计划，包括碧玲珑
其实这些也算是诱饵，目的就是把你引到我这儿来。哼，很精彩，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要能耐喝。收手吧，雪鸦，你没有胜算的。混蛋，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。杀！继续吧。孟天晴，啊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是魂玉天法，难得你还记得，你也要步窟窿王的后尘吗？混蛋，我不会失败，去死吧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他可是花家最后的血脉，你应该最清楚吧？放了他！我带着楚凌霄离开这里之后，自然会放了他。否则，你就会眼睁睁看着我拧断他的脖子！什么？既然我只是你的一枚弃子，那你也别怪我无情了。你想知道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
什么？院长大人，哦不，风天晴，我可不能让你坏了义父大人的好事。什么？义父？院长大人！院长大人！院长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。文狐，这家伙是骷髅王的人。什么？别动，都老实点，你们被包围了！楚山狗，当年义父被你封印，我只身一人来到天武学院。虽然你因为封印术身体过损，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。可是傲慢的你，却丝毫没印象我这个骷髅王身边的孩子。院长大人，有点印象了。幻界王封天晴，你实现了你所谓的正义，却让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。我要让义父大人复活，我隐姓埋名潜伏下来，不断寻找线索，终于发现了你的秘密。哼，我要找到那个人。很幸运，就在两个月前，楚凌霄，看你的反应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神秘人。能瞒过幻界王封天晴，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吧。这么多年，你暗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天武密探，其实天武学院早就成了你个人的情报机构。这个小子不但负责监护楚凌霄，还负责监视我，对吧？放这么明显的鱼饵想钓鱼，我可不是血压那种头脑简单的白痴啊。好了，辛苦你们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趁现在，冲进去！这个诱饵上了我的钩，骷髅王大人马上就要复活了，天武的各位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可恶，楚小狗，醒醒啊，你快醒醒啊，快醒醒啊，楚小狗，楚小狗。这是刚才好像是白凤的声音啊。白凤，白凤姬，你在哪儿啊？白凤姬，你谁？谁在那儿？什么人？你到底怎么样子变了点儿，就不认识老朋友了？不是你解开了我的封印，获得了无上的力量吗？
封印是那个在巫妖森林里。若你能解开这道封印，便可获得我巨大的力量，就可以去救你的同伴。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？恭迎屠龙王大人重获新生。阿紫，你怎么？这家伙是屠龙王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好人嘛，你不是想要力量吗？我当然可以给你，但你的身体归我了。楚小狗，你这是消失吧，统统消失吧！这家伙怎么了？他嘀咕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什么？这是？是骷髅王大人的气息，骷髅王大人复活了。什么？骷髅王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出现在天武学院？什么？楚凌霄，这小子不是一年级新生吗？怎么会？他就是骷髅王。大家不要慌，骷髅王虽然现在已经占据了楚凌霄的身体，但他现在还不会有什么。骷髅王大人，什么时候？骷髅王大人，文虎，不要再顽抗了，现在他还只不过是个无力的躯壳罢了，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，天武学院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什么？什么人？纯色帮，他们怎么会？我动不了了，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女人？人虎，你竟然利用纯色帮！哼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。北川，别做傻事。我只是讨回我应得的东西。嘿。北川施术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他的心声，什么当年决战的祭坛。跟我走。院长大人，封印已开，必须在两个时辰内赶到祭坛救回楚凌霄，否则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报鬼，
把窟窿王大人扶进去。是。所有人守在这里，不许放任何人进去。是。他不过是个卑鄙的小人，你们都被他愚弄了。今天的事其实你早就知道吧。没错，我是投靠了纯色帮，因为我受不了我堂堂剑宗阁大弟子靠了师弟的施舍才进了学院，到头来居然连楚凌霄那样的废物都比不过，我不甘心。师兄，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楚凌霄？师妹，我知道你对他的心意，可你也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吧。坦白告诉你，你朝思暮想的楚凌霄就是窟窿王的宿主，魔武这次就是冲他来的。所以你也要追随纯色帮投靠魔武？你去了也救不了他。救不了也要救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窟窿王复活，一切万劫不复？难道这就是你作为剑宗大弟子的尊严吗？难缠的苍蝇。一个不留，绝不能让他们冲进去。好，站！
对不起。丞相，快醒醒！楚凌霄，该死，他的意识恐怕马上就要被骷髅王完全占据了，怎么办？我看到你额头上有个发光的金印，我就……你偷了我的金印？很好，我长久等待的这一刻终于。什么？这里怎么可能还有人？纯绿色，原来如此。画家竟然还保存了一丝血脉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说过和你一族稳赢吗？我说过跟我一族，保证最高分。总破男，你是总破男？了，花家也无法奈我何。封印一起解开的，还有我的无色幻魂力。什么？骷髅王的气息突然变弱了。接下来，什么？